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有什么烦恼的事情，都会过去，都会忘记。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再去挂念和挂碍自己的悲伤的过去和你过去曾经有过的荣耀，因为把握住今天，你才会拥有更好的明天。师父很爱你们，记住了，哪一天医生说治不好你们的病，叫你们的家属把你抬回家的时候，你们就想到了还有这么个师父能够救你们的。谢谢大家，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感谢大家参加2018年马来西亚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本次法会圆满结束，祝大家法喜充满。师父。